盘点白月那些神仙语录。他说：“你从哪冒出来的？”“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”“人走，接留下。”他说：“是不是傻呀？”“不是傻呀，下风口烟大。”他说：“除非你先洗手。”“跟我一点，我都没吃过。”“当然不行，除非你先洗手。”“嗯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个特别好吃呢？”“这个可以撒吗？”“能啊。”“哎，你怎么知道这个特别好吃呢？”“你撒吧，特别好吃。”他说：“多撒点。”“多撒点。”“哎，这个东西我跟你讲，越重越好吃，继续撒。”“啊，多撒点。”他说：“我帮你再撒点。”“我帮你再撒点。”“不用客气啊，都是应该做的。”“吃，大口吃，吃，咬。”“哦，吃，大口吃。”